会这么重了，这真的很重。注意，对，好，大家非常的听话哈，不要害怕喽。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？什么？穿装备，披肩布线。刚刚我们在提，披肩布线。对，你是哪一个位置？我是布线手。很好，你嘞？我是布线手。你嘞？我是二线手。几号？一号。一号。你是一，你是一，我是一。对，那是几号？你刚不说一号吗？我刚没说。你刚没说。那你要说啊。一号。二号。很好。那你们两个什么？射击。瞄之手。瞄之手。瞄之手。那你嘞？不瞄之手。很好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我都想好的。可以啦，对，我那边很专业的感觉，有吗？套上这个会是哪一个？我是男神，还不错吧？你自己为什么感觉没有脸？那边，这个掉了。哦，对啊，哎，等一下，你是不是屁股没安紧？好的，这样，是不是特别紧？教练，他说我们太紧了啦，教练。我要保护你脖子啊！你是唱跳女团哎，喉咙很重要哎。我要保护我的喉咙。对啊。他没有很想说话，是吗？不真的。哎，有伤兵，有伤兵。我说是，不是因为这躺着就不会这么重了。这真的很重。我已经用尽我所有力气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可以收工了。OK， 赶快，我们赶快走吧，赶快，赶快，救火！